也是一个动荡变革一年，全球都把它公认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那么我把这个大变局呢，也看成一个百年未有之大机遇。我觉得借助这一波之后呢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，一个基础建造。那么内循环是国家的政策，内循环意思最中央的地方它的循环应该是最强度。那我们的发展呢？ 没有广北上广深那么成熟，这反过来讲，就是它的成长的空间啊，非常的大。未来希望武汉能够打造一个创新鸟巢，让大家很快速的打造各种各样的产业，让武汉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。